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又系我粉靓中心分行 Katie， 今日我会带大家去睇嘉诚苑。嘉诚苑一共有四座，提供2432嘅单位，而屋苑设施亦都自设商场，能够提供住户嘅基本需要。而设施就有儿童游乐场同埋休憩嘅地方，仲有篮球场添。至于交通，就有巴士站多条路线途经港九新界多个地点，亦可以透过有上过嘅行人路步行到粉岭东铁站，亦只需约十分钟，非常方便。我介绍嘅系一个 B 座单位，而家我哋见到嘅系地下大堂，非常宽敞整洁。单位实用面积546尺，属于两房一厅间隔。我哋而家见到厨房嘅位置，而单位亦都将洗手间嘅门口改咗喺厨房出入。厨房亦都非常阔落，预留位置放置雪柜同洗衣机。洗手间就是企缸的设计，亦都做了一些吊柜，方便收纳。厅就可以分为客厅和饭厅，亦能够放置大型的家私。而景观就望翻屋苑的内苑，虽然是望翻内苑楼景，光线亦都一样是充足的。而两间房的景观都是同厅同向，能够放置双人床、大型衣柜，亦都有足够的空间走动。大家对我介绍的楼盘有任何查询，记得联络 Katie 啦，拜拜。